二叔，还真是一家人啊。既然你这么执着于楚尘的假身份，那我来给你解答。你谁呀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这位是华夏特战局特殊作战队的楚队长，你说话小心点。现在能听我一句了吧？楚尘伪造假身份证，并非故意违法，而是因为他肩负任务。楚尘是我们华夏特殊作战队的成员。什么？楚尘是特战局的一员？怪不得他多次拒绝我的邀请。小江，别这么惊讶，你们俩还合作过呢。我和楚尘合作过？不对啊，特别行动组的人我接触过的只有六者前辈。是我。姐夫不仅是豪门后代，还是华夏特工，为了任务才伪造身份。哇，太酷了。今晚想看姐夫笑话的人才是闹的大笑话呀。姐姐，我们的计划还要继续进行吗？没这个必要了。今夜一过，楚尘身上的光环不减反增，不但禅城前世会消失匿迹，恐怕就连阳城百家都没人敢再动他。楚尘既然有如此显赫的身份，那大师兄，待会儿我们还要不要杀他？杀他哟！你想给天机派惹上大麻烦吗？回去再说。是。啊？二叔，我刚刚看到什么？放心，我派人跟着，迟早把这群人一网打尽。老爷子，真不好意思，您好不容易帮我争取的受称仪式被搅和了。没关系，就算要怪，也该怪前世那帮人胡搅蛮缠。楚尘，在我这老家伙心里，就算你不是哪家的少爷，也是最优秀的华夏文化传承使者。多谢老爷子了。姐夫家世这么牛，宋家对他来说顶多芝麻绿豆的，姐夫不会嫌弃我们吧？小秋，你呆站着做什么？不认识我这个姐夫了？我还以为你恢复身份就不想搭理我了呢。怎么会？我还得教你功夫呢。不管姐夫在外面是什么身份，在家永远是宋家的女婿。好好。楚尘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少爷，我在楼上准备了桌酒席帮您庆祝，是否现在就带大家过去享用？那就楚少恐怕没有时间吃了。查到天机玄图的位置了，楚尘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查到了。楚尘，我带大家去吃饭就好，你忙你的吧。好的，老婆，辛苦你了。记得早点回家。小楚家，我不在乎。三日之内，谁杀楚尘，我愿双手奉上天机玄图。这是刚刚在外网发布的视频。看来皇家人知道阳城没人敢再出手，所以把主意打到了雇佣兵身上。刚刚发布的，江姐。别，我可不敢当。你喊我小江吧，吊者前辈。视频里提到的楚家明显是刚拍好的，你们这么着急行动，想必已经查清楚天机玄图藏在哪儿了吧。皇家大厅内侧有一间隐蔽的地下密室，天机玄图就在密室里面。至于接下来，自然是听你的命令了，吊者前辈。好，马上行动。是。我与皇家之间的恩怨，就在今夜彻底了断吧。我们是华夏特战局的，不许动！特战局，立刻蹲下，双手抱头。皇家其他人呢？还有些人住在楼上。饶命，我们没得罪过特战局啊！难道特战局发现我们的动作了？楚尘，哟，黄老爷，别来无恙啊！我们皇家已经落魄到这个境地，楚尘，你竟然还不肯放过我们！
不是我不肯放过你们，是你们不肯放过我。